个宝贝啊，是两年前从那个缅甸买翡翠，照那是松阳宫雕，越看越喜欢。这一次到这里来，我很有信心要拿国宝。我这个是明代的琉璃红宝，很漂亮，而且大气，今天呢，这是肯定是可以解宝的。这个产品是从家里祖传下来的，因为老家，我老家就是龙泉那边的，好像市场上没看到有这个东西还。我也信心拿国宝。这有三幅画，是在2007年的时候上海出差，碰到一个受救火的人，扔了10块钱就给他了，华西嘛，江阴华西嘛。我拿了其中的两幅。是龚继水老师鉴定的，都是真件，还有一副呢没有拿去，今天拿过来了。邱小军，古陶瓷鉴定专家，原陕西省文博研究员。蔡福生，玉器杂项鉴定专家，上海市文博副研究员。金深，古代青铜佛像鉴定专家，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王鼎，书画鉴定专家，浙江大学文博系副教授。跟着嘉宾来寻宝，寻宝不是来宝。欢迎大家收看我们寻宝走进萧山的下一集。海选现场继续非常的热闹，鉴定厅非常的忙碌。我们先来介绍我们今天第一个悬念，就是上一期这位先生收了三幅画10块钱，前两幅都是真迹，最后一幅是不是真迹？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好不好？王震你知道吗？略知有吧。啊，他是海派的大画家。对，是啊。这件东西怎么得来的？2007年在上海出差的时候，看到一个受救火的人，三幅画，这是其中的一幅。哦，还有两幅是我当时在华西已经鉴定了，都是真迹，两个人专家都鉴定了。哦，所以说这幅画呢，我估计70-80%吧。嗯，有句话叫接二连三，那么前面两件都是真的。嗯，那么这一件第三件到底是不是接二连三也是真的呢？我看了那个他的落款印章，查了有关资料，都对过了，查了有关资料了。对印章如果能够对上，不说明这件东西是真迹。啊，我的判断不是真迹了。没关系，跟前面两件不一样，反正也是捡漏。王一婷的笔墨跟其他的名家可能有一些不一样，再大的画它都是一气呵成画出来的。那么这一件上一看呢，它是犹犹豫豫的，一步一趋的，整个笔墨不酣畅淋漓的。哦，这个颜色这个色调上看的是非常不统一不协调的。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提款，也是它是描的磨的很慢的一个节奏，那么就明显的跟真迹差距比较大了。哦，所以整个来说这一件东西价值很低了，只能值100块来钱。您的藏品呢？啊，藏品在那个里面都不好意思拿出来了。还是不对，东西不对啊。现在都5块了，现在值5块了，值100块，专家说值100块，值100块，还是赚的，还是赚的。现在三幅画都鉴定了，您来总结一下您这次收藏之旅的。收藏还是有缘分吧，我看那个两幅真迹的还是有缘分的，应该可以了。一幅假的也值100，也比你10块钱强。所以说100谁要了？没人要了，是不是？假的谁要了？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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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拿一个现代的那个艺术品，不是从店里买来的，先是叫那个朋友，你中缅边境做翡翠生意，叫他给我找一块好的翡翠。然后找到杨旧大师给我雕这个东西。哦，从原料到加工大概一共花了多少钱？那两年前花了20万块钱。20万。现在他们要问我50万，我说不能，才加保，我要给子孙留下去。现在呢，翡翠啊，是作为一个稀缺的矿物资源，嗯，越来越受到人们的追捧。那么可以说呢，最近几年里边，翡翠的价格往上涨了几倍。当然，你这件东西呢，应该我们看的是属于新老种之鉴，这是一种百鉴的翡翠。它这个里边既有一点水头，但是水头又不是太足。那么有绿，绿又不是太浓，但是你这个绿呢，
绿的呢很均匀，像一汪湖水，让人呢感到心旷神怡啊。荷花观音呢带巧调，这个荷花的叶子上的颜色呢绿浓，所以这么大的一件东西啊，那么又是出于扬州的名师之手，尽管是新的，也是潜力无穷啊。谢谢谢谢。哎，你能把这个来历介绍一下吗？祖传的。祖传的。嗯，主要是那几个字我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啊，应该是朱圭真丸。朱圭应该是个人名，属于他自己的文人雅丸，案头清供。接近什么年代呢？从他这个造型上看，这算一个寿桃形的一个香炉，应该在清中期左右吧。它市场价值应该多少？因为它看着那个放在家里面比较喜庆，然后我妈妈说结婚了以后做嫁妆，将来要给你做嫁妆是吧？四五万块钱吧，四万买一辆小夏利行啊，找一个姓朱的男朋友啊，好，谢谢啊。杨晓明是哪一位？我发现现在大家都喜欢背着书包来把藏品啊，隐蔽性很强，保护性很，哎呦喂，你这，哎呦，你这多少层啊？三层外三层。杨先生这个自报价是，告诉大家1000万。哎呦，都是博物馆里看得到的，博物馆里是这是玻璃看的啊，现在是青瓷嘛，发源地在我们浙江，我呢钟情于我们浙江的青瓷。那你准备今天跟专家交流些什么呢？我主要是借助这个平台，把家里的珍宝呢，天下中国人民共赏。你这个 KPI 不够。不是南城官窑东西，全是假货。俗话说，南城官窑不怕不是货，这怕货比货啊。这位先生老先生讲新的，你拿同样一类的新的来这里比较一下，对比一下，对比一下。咱们的这个争论让专家帮我们来解决，好不好？来。您认为是什么时代的东西啊？南宋的。南宋的。怎么窑的呢？歌窑。歌窑啊，南宋跟浙江有关系。对对对，我是专门收藏龙泉窑的，20多年了。从什么地方收藏的呀？我从古玩店里收藏的。买的贵吗？花了1万块钱。一万块钱。哎呦，好便宜啊！要是真的话，是捡大漏了。我捡漏了，捡漏了，捡了大漏了。捡了大漏了。我自信，很自信。这件东西呢？从它的里面的开片和釉色和器型来说，它是根据南宋官窑的式样啊。但是呢，我们看有这么几点，一个是这个釉色啊，没有南宋官窑那种像玉一样的质感，毕竟呢又稀薄又松软。另外器型来说，这个力度也不够，里面的釉子呢开片的地方有局部腐蚀的痕迹，是人为腐蚀的。现在的用的一种新的技术，就是用喷这个毛玻璃的喷砂枪去喷釉面，可以产生这样的效果。所以这几点看来，这是一个现代的一个仿古的工艺品。嗯，你这10000块钱也贵了。对，不是捡漏了，那是亏的，是捡漏了。学费交的高了，亏大了，学费高了。那1000万的东西，专家怎么说？专家嘛，怎么说呢？专家没仔细看。专家没仔细看，以后的结论是什么？说这东西，他说新仿的，新仿的。这个东西学问很深的，你这样这么一几秒钟都看过瘾，对不对？这尤其对我们浙江的南方窑、北方人，他们见的官窑多。高古瓷，见地方，尤其出土，那你心里就不甘了。我是不迷信于专家的，我自信心强。对，咱们本身就是一个交流嘛，对不对？很强的。从什么地方得到的呀？
这个是我家传的，因为我的祖先呢是东汉时期蒋恒大将军六子蒋洵，我是他的后裔。哦，所以你认为这个东西跟你的祖先有关系吗？对对，我也查了一些资料，我觉得这应该是南宋时期的一张金叶子，还有一个呢是一个金挺，对，有点相当于我们现在的这个金条。宋代啊，商品经济非常发达，金挺、金叶子就开始流通了。哦，除了官府以外，民间一些大户人家也用这种东西作为货币交换。所以他私人用的呢，他往往有这个个人的名字，陈二郎十足金，这就是说是金子含量很高的，证实啊，当年南宋时候江南经济发展的一个状况，这在货币史上是很有价值的。好吧，谢谢老师。好，谢谢。今年五月份我在那个河南洛阳，一个朋友家里有块古玉，喜欢了，咱们俩换了。换的。你认为是什么年代的呢？换的是清中期的。清中期不到乾隆，到嘉庆。这个呢下面打的是乾隆五环。对，这个器物呢是粉彩的网格纹，而且呢有描金从整个的器型和装饰手法来看不到乾隆，这个也说得对但是也不是晚清的，那是什么呢？民国时期的。这个金呢不是纯金的描绘，是一种西洋金，化学金。这是很典型的，就是北方的玄武大帝。玄武大帝，这尊像呢，这应该算是张天师。张天师，张天师斩蛇，这应该是道教的一尊女神。那等于说这些是真品了？真品，从我们看它的木质上、雕工上，还有这种颜色剥落的状况，这应该是清代中晚期的。那像现在这三尊的话，大概估价有在多少？30万左右，应该是差不多的。好。这个是我爸爸在家里面的，一直我出世的时候就已经看到过了。这个东西呢，叫筒瓶，这个用青花来绘画，图案呢就是我们常见的崇祯时期的一种表现人物故事的山水的图案。我们知道崇祯的这种筒瓶的青花一般的底面的胎是非常细白的，而且这个圈足啊露胎要多一点，特别你看这个山水的线条非常的板质这个到底是什么年代的还是怎样？是当代的。你这块应该是战国后期的楚国的金币这个是当初最早的我国的金币商出是这么大一块现在的市场上多少？因为20万以上您怎么对古代兵器情有独钟啊？每个改造完的都改造完都是由兵器来决定的，这都是属于我们南方江南地区的都是战国时期的战国到汉这一段的都是真品从这组兵器看来，我们吴越国是兵精气力战斗力很强的吴金贤先生是哪一位？吴先生带来什么藏品啊？一幅画。谁的画？潘天寿。潘天寿的这传下来的是祖传下来的简化以前的我这一张潘天寿你也是潘天寿，那您到那边来我正好陪他的画。您这是书法是吗？相得一张。相得益彰啊。这个书法您觉得他的书法好？这个书法比你这画强那您说说他这画。他画好的。他画也好你们俩交换怎么样这样好不好咱们能够在萧山的这个海选现场咱们又碰见了这个潘天寿的画和字，要不然你们两位一起进电梯厅怎么样请穿上豪哥大家觉得好不好
两个持宝人同时上来的，在我们寻宝栏目里好像不多。一个有一幅画，一个是一幅字，一幅字正好配在一起。对啊，正好两个人在一起。书画同源嘛，哎，对对对对，必和同时上来的。对，潘天寿以前是浙江美术学院的院长，是如雷贯耳的一位大名家，现在在市场上可以讲炙手可热。这里面是一件真，一件假。那你可能是书法是真吧，你自己自告奋勇把自己先那个。确实是这样，这幅字呢是真的，这幅画呢是假的，它是一种特殊手法造假的，是叫印刷后天墨造假的。这个是水印木刻，印刷本来是很平的，甚至水印里面还有一些木纹的这种纹路，它在这个个别的地方加上一些人工的天墨以后，强调这个人工书写的这个痕迹，一强调以后，那么就整体上就相对就像了。所以这种赝品现在也骗过不少材料，也在做，也做，哎，很多的。那么我们说这件真的潘天寿的书画作品，最突出的一点，它是用笔非常有力的，有表现力的。那么这件虽然是他早期的，当时写的这个行书啊，还写得非常好，特别是这样的偏锋的用笔，偏锋里面有厚重，有着意，那这个就能一看就能看出这是肯定是真迹的。如果假的，写不到这种程度。所以这一篇手卷书法的总体上，在他早期书法里算是比较好的，我也是觉得这个很值得收藏。我是喜欢的。那么赝品的这件藏家以后一定要注意，眼光还得再提高。从什么地方得到的呀？我是五年前那个一个新疆人拿过来的。哦，新疆人买的。那个是买过来是十五万。十五万啊！当的时候呢，就是钩锤啊没有想好，到底掉那么好，它没有掉，放的放下来了。也不要掉了，这个东西是块和田资料。和田资料。和田资料，而且呢，外边的皮啊，都是很自然，像一层纱巾皮，里边基本上是白的，白里边从外边来看呢，略带一点青，但是破开了里边可能还要再白一点。啊。电铜打进去，里边都有棉絮状的东西，这说明呢，它这个密度很高，通透，细腻。啊。那么应该说是很值得收藏的。现在老公买不过新工，新工买不过这个，所以这件东西现在就是这个料，就长得你不要长得很厉害，长得你不认识，哎，长它你买来的几倍那是没问题的，啊，不会赔是吧？当然，只要是真的，肯定不会，真的会赔啊。您这是从什么地方得到的呀？我很早就收藏了，20年了。二十年了。我说是南北朝莲花尊。啊，南北朝的莲花尊，对，100多万、200万是不是？哦，对，这个东西呢，像你说的，如果是真正南北朝的，价值就是200万以上的。哦，南北朝最有名的，就是我们北朝时期的青釉的养父莲花尊。这个东西呢，它的原型在国家的博物馆重器，但是真的东西它一个是器型非常的秀美啊，比例协调，你这个颈部显得有点瘦了，口部呢小了，这个养父莲的力度不够，柚子呢和北朝的柚子是完全不同的，是经过酸处理过的，最重要是底足。真的养父莲花尊所有的底足是空的，是圈足高深的，是没有上釉的。你这是封底的。哦，它整个蛮上了釉了。这件就是它的致命的一个线。对啊，这是近20-30年来的一个仿品。买的贵不贵？买来不贵啊，1万多块钱。啊，1万多也不便宜了。1万多也贵了，也贵了，也贵了。张锡亮是哪一位？我是时空隧道走过来的呀。走过来的啊，哎，那您给我们再现一下，您今天要上朝应该是怎么样的？拿这东西来，不敢看到啊。给大家说说你这宝贝。70多岁的一个老头啊，我到他家里去的，他说我家里有一件东西，他说是义乌一个老头拿过来的。那我说我是义乌人，在我们义乌呢就有个中宅，
它是百松的时候，老祖宗的东西啊。对呀、啊，我就把它买回来。鉴定这个东西难，说句实在话，这值多少钱、啊？在我心目当中没有钱，没有钱，无价价宝。张先生，现在上朝了。上朝奏事。这件东西怎么得到的呢？我从那一位70多岁的那个老人那里收藏的老人那里，对，卷让过来的。哦，花钱买的，花不少钱。在我想象当中，这个象牙应该很大。我说这个东西很宝贵的。这件东西是明代的牙朝纹、哦，当朝的时候呢，臣子有什么要奏于皇上，上面写一个简单的提纲，然后呢又挡住自己的视线。不可以眼睛直视皇上。嗯，对。那么明代的朝纹呢，一般来说还要比你的宽，嗯，比你的厚。嗯，这个朝纹东西是真的，质地是象牙的，但是后来动过手了。啊？后来动过手的，象牙的话，年份长了以后有这个裂纹，这是很自然的，必然会有的。嗯。那么你这里呢，几乎看不到，显见呢，外边呢给它胖过了。嗯，表皮去掉一层了，所以你现在手摸上去，侧光看上去上边有些胖过的痕迹，所以你用花了多少钱买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十几万吧，十几万，十几万，那亏了啊，亏了，亏了。这个东西如果是在10年前超不过1万，嗯，现在因为毕竟是动过手了，就是在提价。也最多加个倍，那就咱退场了。退场。开饭时间了。兔子王是个兔子是吧？个兔子吃草个。啊，兔子吃草，对。好的。我感觉不是兔子，因为兔子尾巴长不了嘛，它这个尾巴这么长。现在什么地方得到的呀？杭州。杭州越王楼，越王庙，哎，越王庙的官市场买的，哎，买的，买的贵吗？对，买的贵了，这个是8万斤是吧？啊，八万，哎，八万。首先我们说呢，这应该名字也不能叫兔子，是吧？有点像那个汉代那个，或者是魏晋时期那个所谓辟邪吧。但是呢，提把的感觉，又像那东晋西晋那个虎子的造型了，就是我古时用的那个电弧了。但是虎子呢，你看这有尖牙利嘴，这底还是空的，这个问题就出来了。嗯，它是一个自我创作的一个东西。造品。你再看它这个铸造的方法、纹饰都很粗糙，这些个斑斑驳驳都是人为的，用这个酸之类的。我洗过呀。啊，您洗不洗也没关系。啊，都是人为的腐蚀的，所以说这件东西呢，我们只能说它是一个臆造的一个工艺品。这一期在新在多少斤现在？啊，7-800。啊，7-800块钱吧。要理性一点买这些东西。他前面是因为我们家买了，他买了另外一样东西，买了那样东西之后呢，他做了一个梦。做梦之后，他第二天去我们当地摸奖，2块钱摸奖，然后结果中奖了。哦。中的是一辆那种轿车。哦。然后我们没有领那个轿车，因为我们家不会开，然后就拿了这个钱。然后他看到这个东西，他就想看，哦，那这个东西这么棒，他想看。哪如要一辆汽车呢？你当他财富再分配。那么这个桌边是您做的吧？啊，这个新的是我爸爸做的。下两田。哎，对。是您大名啊。哎，对。因为我们。浙江这一个地区啊，桌边是很有名的。这个是去年做的，哎，这个是1935年做的。1935年，哎，季亥，我查一下，就是这个年份，英国，民国。这件所谓您的青铜的兔子，还不如这件竹编的筐，更有艺术价值和经济价值。嗯，好吗？好，谢谢。吴金胡先生，你好，欢迎参加寻宝。这很漂亮啊，龙泉窑，对，怎么得来的？这是祖上传下来的，祖上传下来的，应该是乾隆年代的吧？乾隆年代的，乾隆下江南，可能是类似于现在就是像北京开奥运会一样，那个纪念品，这个类似于像那个名船一样、啊啊。那乾隆人不在了啊，船还在啊。有什么问题要向专家请教？主要是让鉴定一下这个是具体年代。具体年代，嗯。那我认为不对。你认为不对哈？我说的对，这个肯定是假的，我也支持。假是假的，肯定是限量版的。啊。
啊，假的也是限量版的。小伙子长得像李佳明啊，老家的人都说我像。是哪里人？老家是龙泉那边的。啊，龙泉的。哦，什么年代的？那个爷爷跟我说是这个东西啊，是乾隆时期乾隆下江南，相当于这个地方做了一种像纪念品，类似于现在纪念品一样的性质这种东西。这个船在古代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主要的交通工具。这件东西你也说是乾隆的。说错了，错了，对，不会吧？不是乾隆下江南所使用的那种船，这是明代永乐郑和下西洋所乘的那种样式的船。这个呢是明代早期，也就是永乐时期，当时我们龙泉窑的大窑承担了宫廷制作官窑龙泉瓷器的任务，那是生产了很多东西，除了这个祭祀用，而且还大量用在出口。这里面这个镂胎有火石红，具备明代龙泉窑的特点。这个呢有船的甲板呢，放置甲板的地方，这个呢是放锚的地方。那么它制作还有回纹，这个回纹呢完全是明代的回纹啊，从内釉各方面来看应该是明代永乐时期的啊，比乾隆还早啊。是啊，比乾隆早啊。哦，那更那个了吧。对啊。对，你说的市场的价值是多少？这个价值呢确实你爷爷给你也留下了一个小小的财富吧。可以值到30万。不错，谢谢。这个是沙孟海的红篇巨制。我搞书画的，我知道他这个年龄了，这个表头了，最起码得40年至50年以上。他当时大概要20万，20万卖的，我20万的玉器给他掉的。这种东西是沙老家里夺出的，他这个不会骗我的，我不是忽悠你们专家。这件东西我仔细看了一下，如果是真的沙孟海，差不多就有50万到60万之间。不要紧的，我管那个心态，因为假的也不要紧。非常遗憾地告诉你，这件东西我的判断不是真迹。不是真迹，因为沙孟海的是基本功是非常好的。它的一种很生猛精炼的一种线条。如果是沙孟海写的，那就不会这样断断续续的，气势不连贯。气势不连贯。当字的笔墨上来看，他这个用线呢就比较单薄，很轻飘。听故事，买产品，这个是万万不行的，所以以后千万注意。前几年我的一位亲戚从国外带回来的一个剃红工艺的银胎小碗，听说啊是当时清朝乾隆年间造办处制造的，是送给外国的使节的。从里边和底的那个银胎啊，对，银胎这个镶法来看呢，应该肯定是海外倒流的。如果是我们国内的那个银胎啊，没有这么厚，像薄薄的一层纸，应该说当时是出口的。我们说贴红，贴红呢是一道一道的红漆，漆一道让它阴干，再漆一道再阴干。那么阴干呢中一周时间，这路漆呢一般是50道左右，50到60道。但是造办处的漆80到100道。对，我们听说也是这样的，100多道呀。一个东西是吧，有印了。你应该说这个东西时间越长呢，漆它这就硬。如果说乾隆的，因为时间长了200多年了，这样按下去纹丝不动的，年份浅一点的就会有一个轻轻的一个按下去的痕迹。那么这个呢就有，但是不要紧的。半个小时以后马上回原状。这个东西按我们的看法呢，大概是道光左右的东西。还迟一点啊。也是北京的贴红。但是不够造办处。从国外买的贵吗？买回来是6万人民币嘛。那请问这个市价现在会是多少呢？现在差不多，当初就显得有点贵了。贵了，但不管怎么说，这是中外合作的结晶，对吧？也很难得，也很难得。谢谢。
徐鹤辉是哪一位？徐先生是专业玩收藏的。对对。那这是你几等藏品？我是一等了。这一等藏品啊？明代的王继青发龙纹梅饼。嗯，怎么得来的？我朋友介绍买回来的。你花了多少钱？大概100多万吧。哦，100多万买来的。那一看就知道假的，当然你们。这个花的龙也不对，这个药王也不对。你家是假的，我家是真的。你家是真的吗？啊，肯定是真的，这个是真的啊，真的，值1000万。这个海选现场这一角啊，是28开啊，80%藏友认为这东西是看真的，这两位老先生认为这不对啊。不对。那我们请专家看一看，好不好？好。来这边有请，来。从什么地方得到的呀？我是托朋友买回来的。哦，您是认为什么时代的东西啊？我是明代的。明代的。新的。哦。我估计大概是200万左右吧。200万左右。对。哦。你说的200万太保守了。太保守了。要是真的，这得几千万呢。啊。这个梅瓶呢，下面写着大明宣德年制官窑款的款式，嗯，而且是黄釉青花，对，黄釉青花在宣德永乐宣德时期啊，是最有名的一个名贵的品种，嗯，那么这个器型我们明显看到这个器口的颈部，嗯，过高了，和真器比较，这个高出了1/3，嗯，比例不大，比例不对，嗯，另外呢，这个黄釉呢的质感，嗯，不是一种很匀净的，很深沉的鲜艳的那种黄釉，是带一种乳浊的，所以说你这个釉子也不是宣德时期的黄釉，嗯，所以这件东西应该还是现代的一个仿品，新仿品，新仿品，啊。从他拿的姿势来说，好像信号不太好啊。刚才是拿到这儿的啊，现在就拿到这儿了。他说的新房的。新房的。对，这位老师说的对。做这个生意嘛，交学费嘛。交学费。对。说的贵一点。如果他真是当年100万买的，现在新房的话，那他心理素质就太好了。但我怀疑他的故事不可能100万。哎。没有什么好的心态，就100块钱买的。谢谢徐先生。又一件重器啊，战国的，战国的，得到的贵吗？8万块钱。8万。嗯。这个器型，我们叫它陈章壶。陈章壶。哎，82年江苏啊，出土过一件。嗯。根据它的铭文呢，有陈章俩字。嗯。现在还在南京博物院。当然了，我们说有两件一样的器物也不能说不可以，是吧？对对。但是我们一看，从它的铸造工艺上，从它的细部的表现上，各方面，这是一件陈章壶的复制品。这现代仿呢？哎，现代仿品。哦。老先生，这是从什么地方得到的？就是在古玩市场。古玩市场。啊。您认为是什么时代的呀？应该是宣德的，应该是宣德，啊，宣德的这种壶的造型呢，有点元代的风格，而且你这个彩呢，也是一种五彩吧。但是我们看这种绿、这种粉红，全部是现代的化学提炼的一种新材料彩，而且呢，这些东西呢是近10年才出现的，时间不早，所以说。这个东西应该是10年之内的一个工艺品啊。你是自己配起来的一个文房东西，这块砚啊，应该也是清代中期的，清中期一个长江上皮黄成泥，长江成泥。第二个呢，这是水晶，水晶呢做的握寿，应该是清代中期的。这件呢，也是紫料带皮的。青玉啊，年年有余，那么做工也应该是清初的，这是相见，是晚清的，也是和田玉，是一个杂配，那么当然也可以作为文房的一个收藏东西。我是文明的收集者，碎片，是收集一些碎片，好的，好。这件灯，你看这个构思还是挺巧妙的，是吧？这个地方可以调节光源。
啊，河北满城刘胜木出过一个这样的灯。对，但是那个灯比你高，这个规格就小的很多。哎，你这是小号的啊，小号的嘛。但是呢，很可惜，它就是根据那件东西做原型的一个复制品，而且这个复制的很粗糙，表情比较有点呆板的。哎，对对对，那种封底，现在铸造这个石英砂还残存着呢，啊。这宝贝啊，几年前买的，挺便宜的，1000块钱。1000块钱。这个东西呢，嗯，你买的对了，而且也捡了个漏了，捡漏了啊！北宋龙泉窑刻印莲花纹的菊瓣的一个石壶啊，好在哪里？还有盖儿，它是原装的盖儿，一般完整的，而且它是满釉之烧啊、嗯，现在我看最少是8万块，哎呦，大捡漏哦，捡了个大漏，最幸运的船家，想不清楚。跟着嘉宾来寻宝，七分故事三分宝。每一次来到萧山，说句实话都会心潮澎湃。为什么？因为离我们这儿不远就是远近闻名的钱塘江潮的所在。奔进不息，涌立潮头，是每一位萧山人身上所具有的这样的一种弄潮精神、拼搏精神。当然这样一种精神在我们萧山的藏友身上也是有所体现的。现在是我们见证最后我们萧山民间国宝诞生的时候了，我们四位专家将会分别推荐一件精品入围我们的民间国宝的候选藏品。我们首先进行的是书画组的推荐，掌声有请我们书画组的寻宝专家黄鼎老师为我们做精彩推荐。我推荐的民间国宝是晚清土华竹石图轴。好，掌声有请我们的藏友登场，向村子。大家知道西方有一位艺术大师叫梵高，那么我们中国也有一位了不起的书画大家叫普华，有什么共同点呢？可以讲他们是在穷困潦倒中度过了自己的一生，但是他们在身后他们的作品受到了极大的认可。我们中国的文人画追求什么呢？一笔草草不求形式，追求的是神似的最高境界。那么就看普华这幅画吧，画的是一气呵成，笔精墨妙，它是画的一种风清月朗、竹影婆娑的这么一种美好的景致。实际上呢，它更加是寄托的一种文人为人处事的一种很高的思想境界。所以说这幅画我认为是画得很好的，而且这幅画的品相也相当的好，尺幅很大。我想作为一个藏家能够收藏这样的好作品应该是非常难得的。今天我要推荐的是一件铜鎏金的明代的释迦牟尼佛坐像。好，掌声有请藏友罗毅的候选民间国宝。这件是释迦牟尼佛像，表明的是释迦牟尼佛战胜了很多磨难成佛成道的情景，因此这种像也称为释迦牟尼佛成道像，表情很雍容，法相庄严宁静慈祥，体态饱满宽厚。下面是三层莲花座，无论是从整体造型还是细部表现上，应该是在明代同类的佛像中是优秀之作，应该是明代中期的作品。我觉得把它作为我们萧山的民间国宝应该是当之无愧的。我推荐民国北京牙雕彩绘丝女。掌声有请我们的藏友陈龙。北京牙雕它的前身就是宫廷的照办处牙雕，到了民国时期呢，照办处牙雕呢难以为继，这些能工巧匠只能走出宫门自己开作坊，所以呢这个东西的前身就是照办处的宫廷牙雕，它取料很厚实，都是以牙尖取料，它这个雕工呢线条简练，力度很大，细的地方呢细入毫发，雕了以后呢再加彩绘，这种彩绘颜色的艳丽，但是又显得古拙，
除了这个牙雕以外，它这个底座也是用高端的硬木所雕，和上边的人物相得益彰，所以我推它作为我们杂项组的民间国宝。我所推荐的是一件600年前的明代早期永乐青花缠枝莲梅瓶，掌声有请藏友张其明。这件明代永乐青花缠枝莲梅瓶，它是我们明代官窑瓷器中成就最高的永乐宣德成化时期永乐的一个制品。永乐青花是从国外进口的苏尼薄青料，这个青花梅瓶呢，外形的线条非常的秀美，口和身子的比例非常协调，釉面呢非常的肥润，胎体细白坚密，摸着像小孩的肌肤一样，这就是永乐青花瓷器最大的特点，也是后仿者永远不可企及的。它的绘画用笔是一气呵成的，纤细柔和，像风吹杨柳一样风姿绰约。青花料虽然淡雅，但是我们仍够能看到它有多层次的表现。我觉得这件青花瓷器最有资格成为我们萧山市的候选民间国宝。这件候选的萧山民间国宝相当的精彩，至于哪一件能够成为我们的萧山民间国宝，接下来再请我们的专家合议团合议之前，四位藏友咱们也开开口，来，我们今天唯一的女藏友向春子，你先来。大家好，我这一幅画呢是晚清时期普画的作品，吴昌硕先生曾经对他的孙子讲过呀，普画的作品很优秀，记得要好好的珍藏。虽然我不是他的孙女，我也收藏这么一幅，所以我就认为它是我们萧山的民间国宝。我这一尊的是明代的铜鎏金释迦牟尼佛坐像，衣着纹理清晰，体型比例协调，做工非常精细，像这样饱餐完好，体型硕大，同时又配有原配的莲花底座的佛像是非常少见的，它是当之无愧的我们萧山的民间国宝。这是一尊牙雕秀女像，是采用了非常珍贵的亚洲象牙来雕刻的，栩栩如生，所雕任有男耕女织，折射出我们中国女性的一种伟大的无私奉献精神，文化底蕴深厚，所以我认为它是萧山国宝。这是一件明代永乐官窑青花梅瓶，器型硕大，品相完整，图案吉祥，它代表萧山的民间国宝，当之无愧。好了，这位藏友也已经为自己的藏品做了最后的补充，现在就有请我们的专家合议团进行合议。好了，现在呢我们的专家合议团已经离席合议了，利用这个时间我们来关注四件候选民间国宝的价格问题。我们掌声有请我们的市场评估专家龚继绥老师。现在请四位藏友写出您对于自己藏品的自己的预估价格。好，我们首先来看我们的书画组的候选民间国宝，藏友向春子自己的自报价请公布，10万元。我们来看专家给出的评估价，20万元。普华是很有个性的画家，但是他在市场中的地位一直是这个海派这个画家里面的二线人物，在他出生地嘉兴和居住过30多年的台州，都有藏家呀来系统的追踪和收藏普华的作品，对他价格的抬升呢会起到很大的一个支持作用。我们认为呢，即使20万元这种估价呢，在目前的市场形势下，它还有升值的潜力。我们来看我们的青铜佛像组的候选民间国宝，藏友的自报价，请揭晓，30万元。我们来看专家团给出的评估价格，40万元。明代的鎏金佛造像，从市场价格讲有两个系统，一个呢是玉制的
鎏金的、有狮款的，以藏传佛教为主，这个是目前市场最高价格。今年十月份，佳士得还有六件玉制的铜佛像，成交总价在6000万，最低的400万。那么就跟官窑瓷器和民窑瓷器区别一样，这件佛像呢属于民间的佛像，但是呢造型端庄，保存状况也很好，尤其难得的是有原作，大家公认一般的市场价格应当在40万左右。董老师，咱们这次杂项组啊，我们看了藏友自报价之后，您先来点评，最后再来揭晓咱们专家团的价格，好不好？好好好好好、啊、好，杂项组我们来看藏友的自报价，50000元。决定一个作品市场价格的有两个因素，一个呢是它的流行性，一个呢是稀缺性。那么牙雕呢并没有太多的流行性，尤其是在目前啊，象牙是濒危动物品种，但是呢没有流行性呢又决定了它有稀缺性，没有流行性呢价格就应当低，那么有稀缺性呢价格就应当适当的高。那么你说这个两个互相矛盾的那决定，那么它的价格应当是比这个50000的报价高还是低呢？来，我们来看专家团最后给出的价格是10万元。不过呀，前三样都看涨啊。来，龚老师，好，咱们第四个这样一个大名鼎鼎的永乐青花，咱们这样，您先点评，咱们再揭晓价格。所有这些藏品里面啊，只有这一件在市场估价上是最难的，也是弹性最大的。我们遍查成交记录，这类东西从2007年到2010年，在大的靠得住的拍卖行成交不足20件，其中10件成交，8件流标，最高价格达2000万人民币，最低价格仅仅有几十万人民币，有极大的差价。那么根据这个综合的这个它这个保存状态和成色状态、胎釉状态，那么我们认为保守的估价呢是。来，龚老师，您这次您来揭晓，我说3、2、1，先看哪一个？现在看多少？先看藏家。先看藏家的，好，现在来请藏家揭晓你的自报价，100万元。龚老师，来，我们来看专家团给出的评估价格是400万元。好了，那么价格的问题我们已经都为大家揭晓了，合议团的合议已经结束，现在结果就在我们的一位嘉宾手中，我们掌声有请中共萧山区委副书记韩勤奋先生为我们揭晓萧山民间国宝。我受专家评审团的委托，我现在揭晓中央电视台寻宝走进萧山品鉴出的萧山民间国宝，它就是明永乐青花展翅莲纹梅瓶。破例啊！跟着嘉宾来寻宝，七分故事三分宝，看我们下一站到哪里。一件辗转了千里的青花大缸，乾隆皇帝用过的东西，一件见证了康熙皇帝勤政的藏品，能够得到皇帝的御笔，当然非常感激。器形硕大的景泰蓝香炉，当年的王府，出来了。传说中的金缕玉衣，无意中得到的米芾作品，铜钱做的罐子，更多精彩，请关注《寻宝走进英德》。